国姓乡推动福利化社区小基金计划，配合五日节的来到，特别在梅林社区举办庆祝活动，邀请南港国姓甲梅林三个社区的长辈，甲北港国小的囡仔做伙来绑肉粽。也因为小朋友大多数都不捌绑过肉粽，所以过程当中就由这长辈来指导小朋友，也借此给长辈甲小朋友有一个同乐的机会。老大人先来跳一段健康操，刷下来就换小朋友表演给阿公阿嬷看。老大人甲小朋友互动是真快乐，搁较闹热嘞，一直包粽的时阵。对，所以要这样，要把它收起来。这做的是客家传统的粿粽，要安怎捏粿丸，要安怎包馅。长辈是真有耐心的教小朋友。你这里不是，你这里要捏紧，这里绝对不能跑掉，所以你的手一定要捏在这里。关机关酷比连嘛加入，做伙教小朋友要安怎绑粽。这群小朋友是真巧，是学都会晓。一开始就先把它揉一个圆，然后再慢慢压出那个弯弓状，然后再放线进去。教我怎么搓，然后怎么包料。那跟阿嬷学有没有学到很多东西？很有趣。为什么觉得有趣？因为一开始不会，然后阿嬷会慢慢教你。小旗舰就是讲三社区啊，这个活动拢轮流安尼，哦，带动着弟兄吼啊来参与吼，利用这个活动吼，阿嬷带动这孙啊吼，甚至后摆囡仔伊就会晓讲啊，粿粽要安怎包，因就会晓啊。所以讲，这个意义是伫遮呢。会当甲小朋友同齐包粽，教囡仔安怎包，唔呐有文化传承的意义，老大人心情是更加欢喜。有，是要有。老爷伊长大，人工要创啥都会晓。啊，安尼教这囡仔，安尼家己有真有成就感无？有啊，囡仔爱教啦，教会晓啦，安尼啦。为什么？啊，都啊爱爱传落来咩？安尼有加较心实无？有咯，老岁仔人教囡仔耍较好啊。爱教囡仔耍吼。嘿，很快乐啊，心情很好，好像都下一代会学习，这样就很好。欢迎来学这嘛，真好吼。哎，对，真好。各省乡今年的福利化社区小基金计划推动，特别规划伫传统节日举办相关活动，安排小基金社区的长辈同齐做伙参加，和大家伫互相交流中联谊，嘛大家互相学习成长的目标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